里咪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十二生肖：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。你们跟我一起学习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开始咯。十二生肖，十二只动物，你们知道有哪些动物吗？鼠牛虎兔，龙蛇马羊，猴鸡狗猪，十二只动物。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，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。玉皇大帝举办渡河比赛，全部动物集合了起来。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，聪明的老鼠是老大，牛伯伯十二个，凶猛的老虎十三个，兔子跳到第四。飞龙飞到了第五位，小蛇爬到第六位，坏马甲便去到了第七位，小白羊是第八位。活泼小猴子是第九位，美丽小姐是第十位，可爱的小狗是第十一位，猪儿是小妹第十二位。比赛结束了，十二只动物都很开心。你们看，十二生肖是用来计算年份，你们是什么生肖呢？我是咪咪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